想要申办新北市的商业登记，只要利用便利商店的 iPhone 就能办理，真的超方便。这项新北已实施两年的便民措施，金发局长施威权日前在伦敦获颁卓越城市转型奖时，特别分享实施心得，不但让各国评审赞叹，也要上媒体版面。在 7-11 超商申请商业登记，全世界觉得不可思议。的确，这样的方便的一个创举，只有在台湾都有。得到这次奖，诚如我们市长朱立伦先生所讲的，是新北市民的荣耀，是新北市民每个人努力的成果，同时这也是台湾人的一个骄傲。为了扩大推广这项便民措施，金发局从7月1日起特别推出好康活动，只要利用 iPhone 申请商业登记，除了规费8折优惠外，还能获赠一杯咖啡。而在惊艳新北粉丝页留言，还有机会抽中手机或扫地机。为了继续推广这样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措施，我们今天呢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只要登记，我们就送你一杯 CT 咖啡，而且呢，你到我们的粉丝团去留言呢，就有机会抽得 HTC Ten 这个最新款的手机，以及马卡龙的机器人扫地机，欢迎大家多多使用。金发局指出，全台5000多处超商 iPhone 都是新北市的服务据点，可办理登记及变更登记等26项申请案，欢迎民众多加利用这项省时又省钱的便民措施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卢伦宏采访报道。